来吧，又看到这个醉奸臣。搞起来，你这是为什么开始打架？然后我一来又要结束了吗？我的天，华若燕，再来，敖峰也在这儿，这战线拉的还挺强的。哇，我快死了，跳斩，我的天，这有点疼的。丢一个控制，跳斩，我的天，这敌人那么多吗？来拉个国家召集，又死了。这里应该是陆皇也在的，看一下。哎，陆皇、醉奸臣，我的天，这几个人都在，热闹了。华若燕，这几个人都很硬。乐家军康，哇，他们三个国家还是有点厉害的。我的天，在这疯狂死，没想到又干起来了。这个敖峰我觉得不好杀他，他这个元宝肯定用不完，我杀些别的人。醉奸臣先杀两次，这个人也是杀我很痛的。我的天，好痛啊！来个减伤，先转一下，跳斩，再来个晕，拜拜，载种哥，帮会语音召集，跳斩啊！我觉得这个好痛啊！我都那么痛，那我的弟兄们肯定也很痛。我的天，我要经常拉这个国家召集，拉起来，反正我这令用不完。敖峰跳，跳死你们！这不会搞个百杀吧？一百连杀。怎么就突然打起来了？哦耶！我们每过半分钟啊，拉一令，来召集一下。我好肉啊，最后一次血。哎，跳斩啊！这跳斩还没有成功，被400万的醉奸臣揍了。还有好像是405万。你这血量不掉，刚复活起来的人就是很烦人。浩宇，我就看这种血量刚开始掉的人，我再把他揍了。我再跳过去来个跳斩，对吧？这种新人先把他们脆了。醉奸臣的众神之王又把我击败了，就跟他干，就锁定他可以吗？要是可以锁定人就好了。醉奸臣这里就只能显示5个人，很烦人。六国家召集令，敖峰就只有这个醉奸臣能打我打痛，其他人好像不行。我的天，我们这儿人不够了呀，被破长空击败了。什么鬼，他们三个国家的人还是有点恐怖的。哪怕这个浩宇 ZZ 他好像也不是很好打。我的天，免控，减伤，来一个输出，杀一个人，再跳斩一个，再跳斩一个，好，连杀三个，可以了。再杀一个，又被谭凯红给揍了。醉奸臣，就你很烦，只差了10几万战力，因为他是老区的嘛，他是103区的，本来他战力还比我高来着，现在我已经比他高了，你是不是心里很不爽？那我就揍你，再揍再跳，烦死个娘嘞！我还好，我盯着手机，不然差点就被这场战斗给遗忘了。东方文痕，哎，我觉得他杀我几次其实也很难的，他要杀我很难。对吧，无所谓，我被他杀其实无所谓，关键是我要把他加其他人给宰了。这敖峰就算了，换人，敖峰也跳了，拜拜。醉奸臣再杀他一次啊，让你体会一下什么是111区的实力，对吧？什么才是天位的大佬，什么是你高攀不起的对象。来检控，敖峰又来，陆皇，哎，陆皇不是要死了吗？影之神，这个人也有点肉的，就很烦人。小毛孩丢锤锤，我的天，这醉奸臣打我是真的痛。再拉令，国家召集，他们这些战斗力低的人也不可小觑啊！我发现，先跳了再说，有跳就用，对吧？沐雨清风技能用一下，白冉冉解控，化之心，你能奈我何？你能杀我几次啊？你能杀我100次吗？我表示怀疑。气力咔嚓。反正要干要刚，我就刚，就一直刚。我51斩，看能到多少斩。再跳敖峰，他们这几个大佬太多了，还是很烦人的。大佬多了还是很难受的。52击杀，丢锤子，纵横无敌，拜拜。跳斩，没了。破长空，哎，还杀了我一次。寒星风，哎，醉奸臣来了，
减控减控减控，来跳斩，起来再转一下，来个晕，来个晕给他，跳斩拜拜。哎呀，刚斩的不是醉莲尘，他们这人有点太多了，这次打的是真热闹。来召集鬼怪，召集，别客气，又死了。这样吧，我死一次我就拉一次，不然我想不起来。影之神小技能用一下，解控小毛孩跳斩拜拜，凹风锤子丢过去，转起来，有点东西啊。鹿皇63击杀，丢锤子，我又要快死了，我的天，这次是死的最多的一次。我的天，使用这个还魂丹了，这还魂丹都给打出来了，每天我就有十次的免费复活次数。减控减控，减伤减伤减伤，对吧，揍起来，哇，赶快拉令啊，赶快拉令，不拉令没得打了。跳斩，这我也被晕了好多好多，我这技能都放不出去。韩子路丢过去，丢个技能给他，对吧，他就也是少了半血又死。再来召集，我还有420个召集令，真的死一次丢一次，不用客气啊。好，浪迹天涯拜拜，这就是没有打过架是吧，没有爽爽的打过一次。又是浪迹天涯技能走你，我现在寸步难行，再跳一个，哎呀没有跳上去，好像再召集醉莲尘跳斩，好，然后再来个晕，再开始转，他应该先死对吧，我这个连招控制的，我这个晕就留着给他，那两个晕啊就留着给他，凹风现在我都不放在眼里，揍不过他们。化若焰，别来打这个吧。哎，人呢对吧，载重值日哥好久不见，气里咔嚓，凹风，哎，丢个技能吧，我这没有看到那谁，死你好了就扔，转一下气里咔嚓，跳斩拜拜，凹风再丢个锤锤，让他失去输出。现在这个人不多了呀，可能是这个战线拉得太长了，你看我们绿色的还是多，比蓝色的要多很多。然后准备再拉令啊，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拉一下这个令，花之心来召集拉令，这个拉令是很重要的，可以把安全区复活在安全区的人叫过来，暴风给你抓一下对吧，咔嚓咔嚓咔嚓，然后就死了。影之神啊，丢个晕别客气，哎呀他那个晕白瞎了，他无敌。刚才花若焰，人呢，左边这儿还有醉烟尘，我看到了，来丢个锤子，锤子丢过去，然后再跳斩减伤，开始打挂机，再召集，这儿召集了吗，应该是召集了的。醉烟尘跳过去，哎呀没选上花若焰，把这些小菜人，把这些小菜鸟对吧多多打死一下。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人多，我们拉令是很划算的，我们拉一个令可以拉30-40个人，他们拉一个令只能拉10来个人，他们三个国家每个人都要来拉一次的话就很难，他们就很浪费这个令，我们这个令用的很宝贵的。来再跳，人呢，大佬人呢，再召集，有架打我们就继续召集，跳一下，花之心也快死了，没有人了吗，沐雨清风跳一下，哇又被激活了，又要死了，再召集醉烟尘，就这个人杀的贼快，应该是锁着他比较好。醉烟尘是在哪儿，亲王是载勇执事哥，醉烟尘陆皇在这儿，先挂机一下，我看一下人，那个人应该也是个国王吧，醉烟尘没有看到了，好奇怪，先跳过去，跳到醉烟尘脸上，他好像没有这个称号呀，没有这个称号，奏决完事了。这个陆皇在这儿，这个远程哎很恶心，都没有人去管他，没有人能够管这个陆皇，那我们就召集，召集就完事了。90连杀，跳斩，哇这个跳斩是真的痛，哇塞舒服，他们这人太多了，最奸臣这选不了啊，人都选不了，我的天，又死了，再召集，来陈哥准备洗脖子吧，哎被控了，被控的死死的，又被控了，我的天我的天，
我的天，我这三个控制全都交了，结果他这个血量才掉三分之一，刚才最后一个跳斩应该没有打出伤害。陆皇呀，你在这儿杀得很爽是吧？召集一下，这是因何而起的战士都不知道，打就完了，哎，又被控了，系统放不出来了。这个可以打一天吗？最奸臣，啊，可以打一天吗？拜拜，你先死还是我先死？好像是，啊，他先死。载重哥，拜拜。韩子路，我为什么还没有死？好奇怪呢。好，最奸臣，他杀我杀得很困难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刚我就一丝血，他复活起来之后一直杀我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死，还是很强大的啊！这下子怎么一下就要死了？召集成功，好，看我刺不刺你就完事了。我的天，被控的好死，拜拜。今天不会在这儿搞到200连杀吧？距离9点钟还有20分钟。哇，直接在这儿厮杀那么长时间，再着急。跳斩，感觉可以挂机了。我感觉我就负责拉令就可以了。宰哥也变硬了，宰正哥变硬了是吧？我们的人进步的有点慢，没有办法。但我们的人多。人多是人多，但是打三个国家，而且三个国家都还算挺厉害的情况下，是很难的。把这最先全揍了，跳斩跳斩跳斩跳，戳，转，拜拜，又被六个家军给杀了。来把最先全宰了，能看到他，我就优先选他。跳斩，拜拜，117杀了。再来拉一个令，感觉我们这个国家召集令是免费的一样，简直免费。跳过去，我好像要死了。哎，他先死，第20分钟内第22次击败同一个玩家。这最奸臣我都杀了22次了。哇，我这一丝血还能再杀一个吗？差一点。再来拉一个令，我们的人适合打阵地战，一群人站在一起靠人数去碾压。我们虽然人数比他们多，但是人数没有高特别多的情况下优势不明显，然后慢慢的就被打散了。有的人他可能复活次数复活的花钱花太多，他就不来了。有的人呢，他一直从外地从安全区复活，这样就很麻烦。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天位的幽州打的，最奸臣杀的，管你天位什么州，全都乱杀不误。为了平衡，看一下他们怎么说的。这能打好久啊，这才是咱一半的人都叫来，没必要啊。对啊，为了平衡，我都没有去群里叫人。群里我看一下，快上号打架打半小时了。有人啊，1分钟前发了一个消息，就是如果有那种必要的话，活动非常好，有必要去抢的话，我直接在群里艾特所有人，对吧？到时候会再多上个20个人，没有问题。来找咱们，来拉令啊，还用找吗？跳斩，哇，这最奸臣有点凶的，哇，这儿受不了了，赶快拉一令，召唤一下我的兄弟们，然后起来对他一顿乱锤，对吧？我的兄弟们召唤过来，给他一顿控制，然后再给他一顿乱锤啊，他又死掉了。乱拳打死师傅是也，好像有一点体验到了别人打我的感觉，就打那个最奸臣一样，这好难打呀。20分钟内第24次击杀同一个玩家，好暴躁，要死了。再来拉丁复活单，我现在有几个很好奇，还有100个复活单。好的，留着挂机。陆皇144击杀，这是有史以来连杀次数最高的。连杀就是在一场战斗里面，如果我换了个地图，或者我去安全区复活，就安全区的话就回我们自己国家了，然后那样的话我这个连杀就没有了，已经突破记录了。这陆皇现在看起来，对比一下就觉得他好脆啊。再拉一个令，
我快死了，被影之神击败。看我这一丝血，在这疯狂战斗，连杀了三个了。没有人针对我这个血量，反而还回得上来，连杀五个，真的会有两百击杀，我的天，这太酷了吧！召集一下，有人说安全区一堆人，都被打得不想过来了，再召集。现在我没怎么死了，那个罪人城不在了，好，打退了一个人，对吧？我如果针对，哎，罪人城还在的，他是在这边，我痛。他这个里应该刚才没有人能把他血量打下去，我们这边估计够呛打不过他，估计在这杀了我们很多人。先召集一下，我又拉了20个国家召集令了，我的天，给你宰了，拜拜。我应该有针对的，对吧？最就揍那几个人，像这个影之神，你再站起来啊，你再站起来，哎，又站起来了，对吧？你只要站起来，我就给你 KO 了，拜拜，让你没有什么体验，对吧？有针对性的，针对那么几个人。哇，被激活了，继续召集。我们那边都是我们的队友啊，他们怎么在看戏？我感觉，怎么感觉他们在看戏？那边是什么个战况？为什么这个人杀不完？我的天，再继续召集啊。为什么这里不斩这个连杀了？哦，他这里显示的被我击败不能获得这个功勋与政绩，这连杀都不涨，讨厌啊。199又来了，这个罪人城，这个如果我不杀他，我们这边没有人能杀他。丢这个控制，再丢这个控制，再跳斩，拜拜。三个控制是打下去还是很痛的。来个令，好的，拉一个。近战的令不能接哦，图图是近战的令，我接我的令就直接死了哦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还有这样的设定，那我不应该，对吧？我应该去外围拉令的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但是我其实我的时间很宝贵，我每分每秒的输出都很宝贵。进来直接就被定住了，我这人有点多，我去别的地方拉一个。我的令有毒，我这想走都走不了。没关系，国家召集，继续拉。这也太激烈了吧，30好几，就是浪费元宝就完事了。我应该杀的这些人，把他们这几个人元宝都杀完，对吧？这最坚持我都不想宰他了，再宰他一次，跳斩，再来爪子抓他 ，A 死！我的天哪！好硬，你看到潘潘潘一直倒下，就杀他们其他的人。如果我能两秒钟杀一个的话，就是两秒钟杀的都是那种脆皮，两秒钟杀一个那就太美妙了，我就能浪费他们好多好多元宝。跳斩，又是对岩城，给你宰了，丢个锤子，没印象，拜拜，影之神，拜拜，又是对岩城。现在没有特别多的人了，好像再来拉个令。现在我这没有特别多的人，我感觉我可以拉。哎，这跳过去，这个跳斩没有输出，挺惨的。入皇给他一个锤子，这跳斩先等等。哎，现在可以跳了。像咱这种哥，他血量刚开始掉啊，就可以跳了。给一个锤子，还有谁？敖风，哎，先给他晕一下，现在就可以随便拉了。你5分钟没死，我1分钟死5、6次。好的好的，还有人吗？哎，别跑呀，对吧？说要干，要干到天亮，咱干到24点还不行，要干到凌晨5点、6点、7点、8点，对吧？干到明天早上，然后再睡一觉，起来再干，哎，这才叫游戏呢，不然玩个啥，对吧？不就是激情吗？不就是互相浪费钱吗？哦，说到这个元宝，起伏一下，这起伏啊 ，bug 修复了，来再起伏一下。起伏拉到10块钱差不多就可以了，12块拉完啊就不搞了，亏了，我的元宝还是很不够的，所以要拉一下这个起伏。跳斩，这还是自动，我更喜欢手动啊。就比如说你一个跳斩，结果别人刚复活，然后是满血有无敌，大哥沐雨腥风你还在这跳，你有这个资格吗？敖风
跳一下。他这一下其实是什么？应该是有那个脸上的 CD， 他脸上存在的期间我打他不怎么痛，不慌，还先 抓他一下，哎，再跳，对吧？我抓了他那一下，发现他没有那个脸伤，痞子沉丢个锤子，化若燕丢个锤子。好的，陆皇，哎，再转一下，来开个脸伤，陆皇再转一下。这个醉人城去哪儿了呀？来跳一下，哇，好痛啊！哇，我要死了！化之星拔杀了，粘台，吸烟，给你转死。哎，醉人城还在的，这人有点东西，给你挠死。我的天！跳斩，先召集一下。这里我不想参加这个活动，活不活动的无所谓，主要是我不想第一个走，对吧？你们不去参加活动，我也不去，就一直打。好，250击杀。哎，都去参加活动了，不行呀！哎，才250连杀，不行，这就去参加活动了。走，看一下，重力之地这个 boss， 哦，在这打。哦，在这儿打，接令接令，凹峰，这 boss 是谁的？看一下，这 boss 还看不着，这是一个最终的 boss， 肯定是我们的，因为，它是按国家的，我们云州是一个最强的国家，他们不可能说三个国家分一个，国家排名看我们是20%，他们天位，阴司对吧？他们在这儿是不是结盟都不清楚，但反正我输出最高的是我们，没有问题，来杀人，被小毛还是击败了，无所谓。我这跑什么呀，别跑了，这被控的好难受啊，松里绵绵。我们现在人应该更多一些啊，因为是9点钟有活动了。凹峰拜拜，丢锤锤，再晕一下，这凹峰有点肉啊。醉天辰也在呢，再继续拉令，怪被拉到右边去了。我看这饕餮还有四血，这里我们人多很多啊，我感觉是这样子的，这饕餮是一星期才刷新这么一个，饕餮最后一击我要拿了，跳斩，哎，我是不是最后一击？刚跳斩那一下是不是最后一击？不知道啊，看不到，继续挂机。这个可是全世界最好的魔王，现在还有要打架的吗？再来呀，对吧？别客气，你看这个人刚开始，哪怕是这个载冢哥，他起来，你看血量刚开始掉。就他无敌刚解除，这血量掉的，我的天，一下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 boss 实际是承受了太多太多太多的东西的。继续打会给吗？这 boss 已经结束了，哇，可以了，等待周三再刷新这个国家 boss。哎，敖峰还在，我们那么多人呢，要不我拉一个令，要不我拉一个令，对吧？还想打？老妄图奉陪。坐标发起来，说就是要不要继续打会儿？坐标就发过来，没什么人了呀！哇，连人头都分不到，我感觉这个游戏会不会不止玩2个月？我的天！奥夫还在这儿欺负我们的人，他就在边边角角上，哎，偷个鸡，可惜啊，连偷鸡我都不让你偷，来个定身，好，没有了，都是咱家自己人。哇，舒服了，这次打架是真的爽，打了30多分钟，我的天。好的，我们又开始打了，现在这个中立 boss 刷了，马上要刷3秒钟。煞天和灭天，来看一下凹峰 boss 在哪，被击败了， boss 在我旁边，看一下能不能抢到灭天魔王啊，是我们的。好的，杀一下其他人，凹峰宰了，手操去看能不能进入附近的队伍。哎，没有人了，他们接令走了，那我也走。继续接令，继续接令，继续接令。有令牌去别的地方吗？啊，有。杀人。这个煞天啊，也是我们的。现在总共是有2个大 boss， 2个5星的。这2个5星的我们都要拿到。语音就算了。有令的话，我们就接着看一看。这人真的会玩。而远程在这儿偷我们的人，想什么呢？想屁吃。他说他走了，陆皇他们都在，一堆人。好，击败了一个 boss， 击败了灭天，然后这个煞天马上也要死了，然后之后是噬天，在天位云州皇城里面有几个三星 boss，
那没加打的呀，已经打完了。然后今天说一会儿的冲榜的安排啊，冲榜的话，我们鲜花榜我打算放了，就是我们可能给小西保一下他，我们就算了。节日庆典跨服里面啊，我们差了挺多的，差了6000的鲜花，那要送6个999玫瑰，也要送出去才可以啊。嗯，我想着这6个的话，差不多是1200块钱，这1200块钱留着吧。他已经啊，他为了提防我这冲榜已经花了那么多冤枉的钱，对吧？他就是为了提防我，所以把这个刷那么高。那我没有必要，在他的错误上啊，然后再多搞一些，没有必要，对吧？没有必要。然后保一下小西就行，我们拿个第二无所谓，以后这个钱留着我们可以玩更长时间。然后另外一个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敌人，你可以看到刚才打这个四国在一起打架的时候打得很猛，我们其实有一点点这个后缺不足，因为这个敌人其实也比较猛，也比较多，所以我还是希望如果有人想要一起进来玩的话，欢迎进来收一个号，我们这里有很多玩家有这个账号的，你如果能稍微充一点钱，你帮他去玩，甚至你不充钱，但是有些人他没有时间玩了，你帮他接手一下他的账号也可以的。然后欢迎进我们的群，群的方式的话，到时候大家自己身边找一找吧。先到这里。好的，最后15秒钟，我们总共是有4个不朽令，这是刚才打 boss 给的，我们看能不能开出好的东西来。最后5秒钟，哎呀，图鉴卡包不需要。我这个错位了，好烦。有买到吗？我们看一下拍卖所的，这个买到了2个、3个，退款1个，哎，可以了，总共4个，哎，5个，不是4个，我全都买到了，我的天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美滋滋呀，我还失误了。然后这里，额外说一件事情啊，这个护花榜已经解榜了，他已经给了这个第二名的奖励百年好合，剩下的东西应该也给了，但是我这个战力有没有加，好像还不是很清楚啊，这里给大家看一下第二名的奖励啊，仪表堂堂，哎，等一下，护花榜好像还不对啊，鲜花榜亭亭玉立第二名对吧，护花榜第二名，仪表堂堂，哎，好像还不是，那个是本周的鲜花榜哦，这个还是有的，这个1小时35分钟之后还是有的，我们应该就拿个第二，我就保一下这个小西就行了，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我就不录制了，今天呢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拜拜啦，明天见了。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是中午时间，我们来冰丝云州打他们的这个国探的雕像啊，国探和雕像啊，国探我们首先是要去偷这个符文啊，但是遇到了这个蓝路虎，现在这些人已经被我们打退了，刚我死了2次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准备去打这个雕像，现在打云州国王，他没有敌人过来，这个就无所谓，小喽啰这是干嘛呢，来打架，他们说我没有来，刚才我在偷这个符文，但一直没有偷到高级符文，来打吧，现在是在我们国家天文云州，他们在打雕像吗，打雕像，我肯定没有在打雕像吧，我这里左边没有提示这个任务，杀人杀人，左边有个国王不知道是谁，江萧然，怎么这个人都那么的硬，哇，的天，不好搞啊！红鱼胶，这个是天为幽州的人，他们人还是很多的。陆皇也在旁边吗？看一下，哎，陆皇在的，杀这陆皇，别人都不想杀。哇，这陆皇好肉啊！看一下，他现在330万，高达70万，怎么那么肉？傲风也在，再起来呀！没有人了，没有人了，有人来我们这偷顶吗，去看一下，哎，来了，小友你好，拜拜，影之神先晕一下，拜拜，为什么我国王在这儿你还敢偷我们的顶，这里又有堆人，我的天哪，别客气别客气，这些都没有见过，都是新人，打的怀疑人生，还在这儿搞事情，
你在这干嘛？Hello， 欢迎回来，现在是这个神都擂台，神都擂台赶快挂机啊，神都擂台是我们和服这里我们疯狂杀人啊，赶快让我去主擂台吧，杀到十个人好像就可以去了。神都擂台是我们穿这个四阶装备的第一次，这个四阶装备，哎，这里有个擂主啊，你把我定住了，找死，跳斩，拜拜。好，我是擂主了。我们现在能够匹配到109级的最高，这样的对手，应该就会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人。你看，我终结了这个玄魂，什么超的杀戮，其实人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，应该是。周五的时候好像还有一场这个神都擂台，但是那场我没有录制上，报名没有报名成功。啊，这杀的太爽了，真的是太无敌了吧！就你感觉好像貌似很枯燥，就砍就完事了，但实际上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啊，每个人都是一个真实玩家，他过来看到我就没有了。这人越来越多了呀！我在这儿今天有可能达到这百杀的，一个是我太强了，另一个是人超级多。别晕我呀，这人太多了也不好，我老是跑来跑去就被激活了，然后就被晕，疯狂晕。你们怎么对擂主一点想法都没有？赶快来干我呀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我终结了各种各样的人的杀戮，哎，唯独我就死不了。你看我的血量都掉不了的，就给我蹭皮，刮蹭皮，刮蹭腻子出来，跳捅。现在人没有那么多了，已经50连杀了，还有5分钟呢。我感觉今天真的可以破百，60、80连击，还未死一次，91，还有9条，我马上就要破100了。神都破100还真的是很难的，101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最后18秒。我记得之前最多的一次是102击杀，这次已经打破我的记录了，105 106 2 1，大招跳斩啊，没有了。擂台王者宝箱，我们是40000积分，第二名是10000积分，司徒林，哎，这都不是认识的人，第二三都不是认识的人，国士无双，给力，我又来啦。现在是在天位幽州这里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打架，我已经快要死了，加油，被花着心杀了。现在我们这边人有点少，因为不是活动时间，他们是刚才突然在这打起来的，可能是偷顶引发的这个打架，把我封宰了，蹦机不带了。好，再来一个宰种哥，走啊，这里特别爽，因为我一个人可以打他们很多人，我们刚好人比较少，拜拜。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人杀一群人，哎，你们别来呀！我想要在这儿死上100次，能不能满足我这个卑微的要求？求求你们了，傲风拜拜，宰种哥。哎，好像我同时我就只能杀2个人，如果他们俩一起复活的话，对吧？杀完宰种，杀傲风，杀完傲风，杀宰种，没别的事情可以做了。复活柱又没了，复活柱被人打了是吧？被熊猫九先杀了，350万的，还有此等厉害之人，和傲风一样厉害，比他还要厉害。傲风才330万，傲风356万，我的天，傲风这个加的可以啊，只差50万了。我这儿技能都放不出来，都被控住了。直接要死，刚不是熊猫九仙，是谁的熊猫九仙？没有注意看，刚应该就是被敖风杀的。哇，这里人太多了，你看，被集火就是这样的感觉，这技能都放不出来，动都动不了，然后就一条命换一条命，都很困难。你看，就敖风，我一条命都不能杀他，很难很难杀，一条命都没有办法把他杀掉。我的天，但是老子就不虚，
老子有钱，我觉得是刚。十三击杀，这里不要杀敖峰了，杀他们其他的人，杀他们脆皮，对吧？把他们其他人打完，入皇一包杀了，没关系啊。跳斩，被晕就被晕了，跳斩，对吧？神之清水，一个锤锤，消为义，拜拜。我一条命换两条命不亏吧？化之心，跳去，东方什么月？给来个解控啊！解控很给力的，谭凯红，拜拜。敖凤不打，我把他们家其他人都揍跑了，揍到不敢来。这敖凤和陆皇杀他几次，他都会复活，而且他现在占据有利的优势。我只有把他们家其他人都干跑了，这样的话我一个人打两个人才划算。如果你刚刚看那个复活选项啊，看得足够快的话，你会注意到复活选项里面有个中间有三个选项，一个是安全区复活，就是回本国；另外一个是中间那个是复活柱复活，会。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的复活柱被打了的话，敖峰只有敖峰吗？找别人，找别人。哎，沐雨清风，对吧？这个人顿时就少了很多了，因为我干的他们很爽，对吧？一下子人就没有了。哪怕那些人，从别的地方复活过来也需要时间。肖维义，拜拜。化纸巾，来个减控，减伤，拜拜。令狐千远，晕一下。敖峰，走你。肖维义，25击杀，30好几。肖维义，拜拜。化纸巾，跳斩，转圈。好，打敖峰和陆皇。敖峰和陆皇一 v 二，打不过他们，说实话。但是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话，一命换一命还是可以的。哎，刚有个400万的，刚我看错了吗？刚那是400万的人杀了我吗？令狐千远，拜拜。敖峰如果和我单打独斗的话，真的就是被虐菜，打他哭爹喊娘。再来个人，陆皇。哎，一叶孤舟来了，这个人名字也有点熟悉。减伤，现在减伤就贼重要，只要 CD 好了立刻使用。呀，我要死了，就打不过陆皇了。跳斩，哎呀，还是差了一丝血。哎，还是把他干了，很好。继续打神之清水，既然是被打了，他不会原地复活，因为原地复活比较花钱，他是从别的地方跑过来的。清水，你给我死，给我死。好，跳过去，再来个技能，拜拜。沐雨清风，眼伤，眼控，不打敖峰，令狐千远，对吧？我就杀你家其他人，屠宰你家其他人，别杀敖峰，一叶孤舟被化着心击败了，又被控住了。干脆我改个名字吧，改成屠宰场。你看这里又没有人了，刚才不是有5个人吗？现在就只剩你敖峰一个人了。不行呀，我看到清水在左边。跳斩，拜拜。这50万的战力差距真的是很大很大。没有人了吗？拜拜。40击杀。这陆皇怎么不在了呢？好奇怪啊。敖峰，你还能站起来吗？不在了，尸体也不在了，被打跑了，可惜啊！我这复活丹还没有用完呢，还有100多个，真的是太可怜了。我还以为能多杀我几次，这还有个陆皇，哎呀，拜拜！再晕一个，小技能放一下，走你。陆皇也不复活了，他家已经没有敌人了。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好，就到这里，爽了。